मास्टर चंगिया बहुत अच्छा, उसको मैं धन्यवाद किए करना चाहते हैं। मैं मास्टर चंगिया नहीं बनूंगा, उसको मदद सबके मैं करूंगा। From the eyes of these Sandhya is teaching to other students, I feel very proud because my job is successful. And actually this is not my instruction, this is a said by the Master Chengyan to help others and encourage them to help others. 原来教育只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心去陪伴，用心去带动，总有一天这些善的种子其实种在孩子的心中了。的确啦，我们很期待能为普天之下把这样的精神理念教育可以呢让它发挥出去，看看我们的教育一直都提到了这个环保啦，如何净化啦等等哦，这都是呢可以大，可以遍虚空法界，是化来呢可以在一个毫芒中。常常我都说那个毫芒啊可以呢涵盖宇宙，这是一个道理。那个真体道理啦，你看不到摸不到啦，但是呢它是一股很大的力量。所以电脑讲吼，气，咱这个气势吼，啊，爱好好把握因缘。咱的四大事业，好好呢结合起来。这四大可以呢用八法侵入民间，有社区，也有环保。社区环保啦，那环保来的呢，很多的老人，那现在的生态老人偏多，我们的医疗啦，从除了咱病院伫咧看病以外，那病院需要医生护士，啊，咱呢也有。教育就是在培养医生护士，啊，咱一直一直在咧培养啦，啊，嘛伫咱的企业体呢，也在发挥它的良能。教育呢，培养人才，这个情呢，啊，你一定爱甲考好好，而且呢，咱也会当讲教联会啦，或者是组青啦。这拢总是社会人才资源，相信吼、哦，咱有想要做的教育啊，应该呢人气爱提起来，人气啦。总是最近我拢定来讲啊，天气地气啦，那、啊、人气，天气这四大吼、哦、的天空。天空呢有风，好、哦，这山水等等啦，造成了整个这个空气，起码能够四大不调啊，那气候变迁呐、啊，的确，跟人有关无污，就是人造成了很多的污浊，所以吼、哦，咱要安怎样？着力来实力，当然啦，从教育开始。那教育呢，教联会呢，因为人力真普遍，咱也会当甲咱结合起来，来互动，恢复过去吼、哦，慈济教联，迄种吼、哦、要净化人心啦，伫学校爱教因讲吼。尊师重道，安尼老师要有尊严，当然啦、啊，要有那一份的慈悲如慈母之爱，迄种的亲啊，
师徒的亲，那咱一个当初吼是用法，希望讲咱伫咧教育，有时阵呐也会把佛教的故事，佛教的故事吼，谈天文地理都有，真多真多，咱的这个学海啦，学吼，那亲像大海，船要安怎渡渡过去？这吼，咱来开启了这个学海，诶，迄个大渡，安尼亲像船伫迄个海上伫咧渡人同款，这都是有深邃吼，很深奥的诶，迄个理吼，所以理解力呀吼，这种的教学啦。永远无穷尽，教学教，咱都爱真正的提起书面的教育。那学呢？那最近我一直跟讲学格格，这种学格格、学格格啦，两个字，那一个是直，一个是尖呐，所以哈、哦。现在不管它是少子化了，就是少子化呢，我们也要让它精而明，爱明白道理，啊，真精，让它呢不，就是讲教因吼，不要受到了这样的社会的污染，要让它呢抱着赤子之心，有学无止境。一种好学啦，啊，这边回好学呢，我们要有方法，回吼、哦，学个真趣味，而且呢，自己家己一点一点要深入去探究，这都是吼、哦，爱教育的方法，也都是爱用法啦，所以用法多好、哦、啊，无法多啦，是。咱无去用心探讨，所以无法度。哇，有方法，所以我们要多探究哦。研究呢是永无止境啦。这是咱为着教人，其实呢是家己自觉，家己自学啦，才会当自觉。你要教人，所以咱来一直学，一直学，好，所以。还是学，学无止境啊，心灵风光，你要学偌长啦、啊，你就会看到了，偌长的路呢，都有它的风光在。总是呢，把那风光呢、啊、吸入了我们的内心里，所以呢，心闹啦、啊，用无穷尽。有真多真多的方法好予你，所以讲吼，教学啊，有用未完的方法吼。啊，总是呢，期待我们的教学，期待咱的教育啦，有法度呢，事在人为。这只要有心，要做一个吼，真正的来这一生啦、啊，生命对人间。有起用，有可以用到，咱家己的性命也自我起用，做一个有用的人，这叫做价值。那这个有用的人呢，感恩呐、啊，有这么多的人间事，啊，人间事在人群，所以我们要入人群，啊，咱的教育呢是招人群。囡仔造星，造星啦，所以吼、哦，咱造星来啦，老师甲学生爱建立迄份的情，叫做师生情，师生的情，要安怎来建立起来？所以这吼、哦、都是在结友情，好、哦，会当伫佛法的内底啦。会体会到了，看见到了很多很多
我们可以吸收的智慧。我们在教法都只用知识而已，少用到智慧啦。所以吼，智慧回归啦，自我与佛同等的本性，与佛同等的本性。佛陀就说，不是只有我了解天下宇宙的真理，人人都一样，跟我一样。所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心啦。所以我的电话话讲完吼，最后就要甲大家人讲，多用心啦，感恩咯吼。只要咱用心，道理拢伫咱的心脑的内底里，感恩。